大家来唱《普贤景仲记》。等我哋大家一齐唱《普贤景仲记》。我们唱过《普贤景仲记》，要念三皈依，要拜愿。拜愿就是说，在拜的时候要有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比方说，我愿意做一朵花，给人间带来芬芳。我愿意做一杯水，解除众生的饥渴。我要像太阳，给人间的温暖。我要像道路，给人行走。我要像一棵树，给人的阴凉。我像一座桥，能渡人过去。就是你事事中想呢，我愿意做一个世间上能有用的。我是心甘情愿。我哋唱过《普贤景仲记》之后咧，就要念三皈依同埋拜愿。所谓拜愿，就系响拜嗰阵时咧，我哋要有愿望，要有谂法。譬如讲话，我想做一朵花，带来世界嘅芬芳；做一杯水，解众生嘅饥渴；做太阳，为呢个人间带嚟温暖；做道路，俾人行走；做树，为众生带嚟阴凉；或者话做桥去渡人。总之，我就系要做一个对世间有用嘅人。这个拜愿呢，他是慢慢地拜，比如他唱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要唱得很慢，然后拜下去，
你就说啊，我愿意，什么愿意什么，因为这个拜看到人是拜下去了，心和佛陀啊，佛菩萨是接触了，是用我们的像打电话，你要拨号码呀，啊，才通信你要识字啊，电脑也是一样啊，总有一个动作啊。那我们就是用这个虔诚情绪恭敬的礼拜，用这个心去接触佛的心，佛的心在回跟我交流，对了，我和他有什么心愿呢，那个时候才来电呢。咁好似话我哋如果要拜愿嘅话咧，就系要慢慢拜。就算系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咧，都系慢慢唱，慢慢咁唱完之后咧，先至拜落嚟。咁然后咧就讲话我愿意做乜嘢，愿意做乜嘢。因为咧我哋咁样拜落去咧，心先至能够同佛菩萨接触。就好似我哋打电话咧，都要拨咗号码先至可以接通。打电脑亦都系一样，要有一个动作，好恭敬咁样去礼拜，先至能够同佛菩萨有所接触。咁佛菩萨先至有同我哋嘅交流通电嘅。假如像你们在家修行的，利用这个好像睡觉之前或者早起以后，你来拜，你拜三拜，拜十二拜，二十四拜，四十八拜，一百零八拜，统统都可以了。譬如話，我哋係在家修行嘅咧，喺臨瞓覺之前啦，或者朝頭早起身之後，拜三拜、拜十二拜、二十四拜、四十八拜，以至一百零八拜，通通都係得嘅。但重要的就是慢慢地拜。在我的經驗裡面啊，假如是你要拜十二拜，至少要十五分鐘，就是一拜要一分多鐘啦。二十四拜要半个小时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慢慢去拜。以我的经验来讲，你拜十二拜通常就是十五分钟的时间，亦即是说一拜就要有一分几钟。如果是二十四拜的话，就应该是用半个钟头的。拜愿拜佛，不是人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尊严，随便呢、啊。就是说磕头，这个一拜是无比的庄严呢、啊，是整个的身心，好像这个金山倒地呀、啊，宇宙万有，在我这个一拜之中啊。这个拜愿拜佛，并不是话我哋不顾自己嘅尊严，随便咁样叩头。因为这样一拜下去，可以说是无比庄严，就如金山倒地，宇宙万物都在这一拜之中。